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巴基斯坦。今天我们将介绍巴基斯坦的十大旅游景点，让我们开始吧。 Pakistan Monument 巴基斯坦纪念碑。这座纪念碑位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的西北面，是一个纪念巴基斯坦的国家英雄和重要事件的地方。纪念碑外形为一个花瓣，代表着巴基斯坦的四个省份和一个联邦辖区。 Lahore Fort 拉合尔堡，这座堡垒建于16世纪，是巴基斯坦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之一。这个堡垒包括皇宫、清真寺、花园和博物馆，展示了巴基斯坦的历史和文化。 Bajati Mosque 巴德沙西清真寺，这座清真寺位于拉合尔的中心，建于17世纪，是巴基斯坦最大的清真寺之一。这座清真寺的外观非常壮观，充满了细致的装饰和彩色瓷砖。Faisal Mosque 费萨尔清真寺，这座清真寺位于伊斯兰堡的中心，是巴基斯坦最大的清真寺之一。这座清真寺建于1986年，以萨特法萨尔王子命名，外观简洁而现代化。Mohenjo Daro 摩彭佐达罗，这个考古遗址位于巴基斯坦南部的新多省，是印度次大陆最古老的城市之一。这个考古遗址展示了印度次大陆古代文明的繁荣和发展。 K2 克克山，克克山是世界第二高的山峰，位于巴基斯坦的克克公园。这座山峰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登山者挑战自己的极限，同时也是巴基斯坦最壮丽的自然景观之一。 Hansa Valley 红扎莱谷，这个莱谷位于巴基斯坦的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地区，是一个美丽的山区地区，拥有壮丽的自然风景和丰富的文化遗产。 Swat Valley 斯瓦特莱谷，这个莱谷位于巴基斯坦的开伯尔普什图省，是一个壮丽的山区地区，拥有丰富的自然风景和文化遗产。 Minar e Pakistan 巴基斯坦之塔，这座塔位于巴基斯坦的拉合尔市中心，是巴基斯坦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地点。这座塔是巴基斯坦独立宣言的地点，也是巴基斯坦国家自豪感的象征。 Chandor Pass 上都尔山口，这个山口位于巴基斯坦的克克公园，是一个风景如画的地区，是巴基斯坦著名的野生动物保护区之一。在夏季，这里还会举行传统的马球比赛，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和选手。这就是我们介绍的巴基斯坦十大旅游景点。巴基斯坦是一个充满历史和文化的国家，同时也拥有令人惊叹的自然风景。如果您正在考虑旅行，巴基斯坦是一个绝对值得一游的地方。感谢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